对东北五虎三儿，三儿怎么着？这场我采访一下怎么样？来吧，采一个来。你采访后进。咱要赛前还是赛后？赛后还有采访的意义吗？那就赛前。你有什么想跟后进说的吗？说韩文。Q16 的时候，八进四我对了他，然后时隔六年，没错啊，六年，时隔六年，然后我这次希望我能报仇。那我们来问一下，郭俊祥有什么对他说的吗？啊，对，啊 ，Some word you wanna tell him, some word you wanna tell him. Because.He say, he just say you want to kill me. It's true. Clear me. So,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Let's do it. 他跟你说来杀他。他就很他 OK， 他很不屑的说了 Let's do it. OK， 这是16进8的最后一桩，不要限制你们的热情，好吗？是。
好的，那么紧接着下来就进入我们最重要的环节。